据说大嘴还能吞拳头是吧？哦，我会。你会？真的假的？我什么都可以演。哇塞，比那个诗更不想看啊！会吞会吞就的吧，下巴。但我只能吞自己的拳头。那不然呢？没有想让你吞别人的拳头。你吞别人拳头练拳。我这种一泻迷心，怎么可能吞别人的拳头呢？等一下，是我先念诗，还是他先吞拳头呀？要不就一边念诗一边吞拳头，这才是人间的奇景。那我站在你身后，你吞着拳头，我来念，好吧？ 他念到你名字那一刻，你把拳头吞下去。诗的名字叫《马兰之心》。没想到吧？这名儿真的是，没想到吧？一模一样，就是丢了那个东西啊！来，停服一下，你能吞下他满兰之星？你们先说《马兰之心》。马兰之心，请开始。我丢的东西，我说。<笑>就这点戏，抢什么抢？马兰之星，请开始。马兰是里，马兰馆。 马兰馆中马兰玉，马兰玉上马兰屎，马兰之屎马上演。哎呀！哇！哇！哇！你跟人约会的时候说，亲爱的，你在想什么？ 我没有，怎么说？怎么？女孩跟人听男孩聊回来不就这样吗？马上演同学应该取我的名字，马大嘴，对吧？对方辩友还有吗？苏纯来，反手吃口红。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反手吃口红有什么好吃的？反手涂口红，为什么要吃口红？为什么要吃口红？口红哥你了吗？ 反手涂口红，好，来吧，来吧，反手涂口红，好，反手涂口红，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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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好强哦！他几乎我觉得没有错，全都拿了。两位配合，真的，你们可以击掌一下，好厉害！真的吗？好厉害！哇塞，我刚紧张死了。厉害厉害厉害！陈记，白记他没有拿到那个料酒哎。一开始就要用吗？料酒？起的时候就要用料酒。那你们可以表演一个才艺来换。对，你表演好。好啊，好啊。哇！我没有啥才艺。不知道，好像什么才艺都可以。你表演过很多才艺，但是你穿着围裙表演才艺，我估计应该是没有过。小心台阶。才艺表演，金鱼嘴。我要做的是金鱼嘴唱歌。哇！哇给你我的心，放心一笔一清。唱完好有亲一口啊，好可爱。不是，我看过这个，上一次不是看过了吗？三二一，走。上一次不是看过了吗？金鱼嘴是我从16岁做到现在的啊，那个是假的，上次是假的。你不是说你从香港开始就有听我的歌？我从香港，我没有说演艺圈都没真话。不是，我没说听你的，我是在新闻上看你。那你在新闻上看我，你肯定在香港的时候有看过金鱼嘴啊？没有，你在采访的时候你干嘛做金鱼嘴？在采访的时候你干嘛做金鱼嘴？莫名的突然吵了，我要位就来。好，来吧，我来挑战，我挑战所有人，你们会吗？你们会吗？会吗？会吗？你们会吗？会吗？你们会吗？会吗？你要挑战什么，张翰？动耳朵。什么？好。动耳朵。动耳。会动耳朵的举手。你来，会动耳朵举手。张翰，我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动自己的。我还可以动别人的耳朵。我们看一下你动得有多猛。看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先是左耳，哇，右耳，左，
右左，你的耳朵可以跳那个有氧舞蹈哎，一起来，哇，这个动的吗？来来，我们看乔安的，乔安的，来，我们就帮你喊左右左右，好吧？预备，走，左，你倒是动了，不是眉毛，不是眉，左，耳朵，左，来动，右，好，谢谢。你到底什么时候动、啊？我会动一个很厉害的，你喊，左，右，左，右，左。哦，你是，我天哪，眼睛可以单独动。我有一个那个左右腿可以这样横过来，真的，真的不骗你们，你帮我喊啊！你们请的都是喊左右左右，预备走。哇哇！我眉毛可以，眉毛可以。哇！哎！哇！好厉害、哦，这个都是挺厉害的。演艺界的才艺真的是棒哈！嗯、哎，只能交给你了。来一台，这台啊。我们天天向上呢，也入驻了抖音，可以看到很多好玩有趣的明星花絮，以及更多天天休息的独家视频。赶快去抖音上关注我们吧。哎哎哎！哦，耳朵也会动。哎呦，你干嘛？鼻孔。好，罐罐牛，罐罐牛，罐罐扭完吱吱脱，吱吱脱，吱吱脱，吱吱脱完，连连铁门槛，铁门槛。当他开始这么抓头发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是防着他点是吧？你还有啥动作没展示呢？还有打滑出溜。哎，我就不信了，来，佳佳带着所有人站到这边来，我们集体搞芝芝一个。好，我就不信搞不过你。他就用这个动作就可以搞倒我们所有人。我们都要输。我们公平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报一下家门，让芝芝知道好不好？我是蛋蛋，我是咔咔，我是波波。我是佳佳，我是关关，我是脸脸，我是铁铁，我是蛋蛋，你是隐隐，不是蛋蛋，我是蛋蛋，你是隐隐，怎么那么想当蛋蛋？好，我是隐隐，到你了，李李，我是你的粉丝，我是芝芝的粉丝，李李啊，我是肥肥，我是甩甩，好来。波波上，来吧，先给你搞懵，来。波波摇，波波摇，波波摇完，芝芝摇，芝芝摇，芝芝摇完，连连舔鼻头。You what？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等一下，我没有想到一个这么有趣的游戏会走到了这么幼稚的方向。好，辛苦了芝芝啊，辛苦了芝芝。如果说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所谓的讥讽，口吐小莲花，你看嘴巴里面一个莲花，你这舌头是畸形的哈，畸形，能说好听一点，特别的，怎么会对独特的？他那个舌头一吐出来就是一朵花，莲花，你的舌头整过容是吧？我的肌肉会 B-box， 肌肉 B-box。等一下啊！你叫什么？杨坡啊 ！Oh my god！ 那我们做不到啊！是我的肌肉，他会。
对啊，跟着这个律动一起这样。但是说实话，对面哪个女生手突然亮出来长这样子，有点太夸张了。这也太可怕了吧！你来一个地板动作，他们受不了。还上，求你还开眼。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才艺来换熟食材，可以，我有才艺。你有什么才艺？我可以，我什么都可以。你什么都可以啊？你什么都可以嘛？来一段京剧。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呢？我的耳朵会动。啊，这也算才艺吗？看一下，一二三。哦，还蛮明显的耶。这边，哇，两个，哇，你这样。我的鼻孔是爱心的那个样子，你看，来，你看，刘建华，这个蛋我给你。哎，我想问一下，他们有没有加分表演？中华制贸队有没有加分才艺啊？我们有啊，来，文俊上，文俊，你在表演之前，你跟大家说一下你在悠悠球上面取得的最高奖项是什么？抚顺冠军可以吗？抚顺冠军可以吗？我跟你说特别难，因为其实溜溜球很多小朋友都在玩，可以拿冠军是很厉害的。抚顺冠军，抚顺球王。抚顺抚顺的了，好吧，东北。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报备一个情况，本来接下来的秀呢是熊梓淇同学和我和维嘉的一个秀，由于我和维嘉都觉得那个秀呢没有我们期待当中另外一个秀更加的精彩，所以呢力荐了熊梓淇一个个人秀。这个秀你没有听错，贴膜。你没有听错，就是手机贴膜。我们欢迎熊梓淇带来贴膜表演。跟朋友们，你们看，为什么一个当红的年轻偶像这么会贴膜？
能说说这个记忆的来源吗？就是我有一个强迫症，我就是受不了我身边的人屏幕上的那个膜，然后裂了有泡或者缺角了、我上去就把它撕掉，我说给你重新贴。没有，然后就是这种，完美完美，没有卡，对，没有什么，没有卡，拿那个卡再把它推一推就好了。啊，这个秀确实是非常养眼又实用。好，谢谢子琪，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非常精彩。太厉害了，熊子琪。没找着卡啊。好，我破个鸡蛋。哇，这个你是听起来。难怪你说你今天心塞，因为我们是一年级的班主任跟生活老师，所以我们这个才艺要更适合一年级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不能太那个。陈老师，你的这个才艺包鸡蛋的可看性在哪里？就比较简单吧。哇，好香哦！然后呢？不是有那些人吹一下。黄宗泽要开始展示神技了，看出来是一个调酒，对不对？让一下 ，OK， 需要一点空间。加油，加油！这个要留心看。我跟你说，他前面排这杯杯子才是神技能。所以待会儿也要站在这个杯子上吗？他一下就能把所有杯子都打碎了。我知道他想干什么，知道他想干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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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对不对？哎，怎么可能用什么哒哒哒哒哒呢？没有哒哒哒可以哒哒哒的呀。他要哒哒哒，除非下面有大杯子。哥哥，你是不是要哒哒哒哒哒哒？没有，除非有大杯子才可以。哒哒哒哒哒，什么意思？那个的意思就是我懂了，是这个哒哒哒哒哒哒哒。但是懂那个点没有用，因为这里没有哒哒哒。那你是不是哒哒哒的是什么呢？睁大眼睛。彩虹，是我刚知道这彩虹啊，哎，而且没有很复杂，哎，看起来这个有名字吗？它有 rainbow shot， 哪个浓一点的呢？我和浓的，这个、前面的比较浓一点，给我浓的给我，我把这一杯敬给 Henry 和 Jackson 两位，好不好？两个在韩国打拼的我们的中国的孩子，哎、好不好？你们干的时候可以说中国吗？可以啊，祝我们伟大祖国一块说繁荣富强，中国，祝我们伟大祖国。繁荣富强！今天呢，我是来踢馆的。哇！如果你能做成我完成的动作，那你就是天下第一美男。那如果我不能呢？我就是天下第一美男。比不比吧？比！好，什么意思？什么动作？想当年我就靠这个。不会是那个吧？不会是桌子吧？都是带着绝活来的，是不是？太艰难了，太艰难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下可以看了。还想再玩，我也不跟你玩了。不玩了。也不过如此。接下来呢，我还要告诉大家，我刚刚看到台本，我才知道张一山是竞技健美操二级运动员。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就在地上。
你没想到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引起了满这是瑜伽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动作，平衡是吗？就是撑起来还要往那边挪一下，对不对？我们一般撑起来还是要转，旋旋吗？哇、啊、好坚强，给跪了。对，你很有才华呀、啊、为什么有腿不用腿走要用手？哎，你柔韧性好不好？还行。因为我们宋茜柔韧性是一绝、啊、倩倩来，倩倩你做一个你觉得她做不到的演技。这样子吧，我前一阵做过一个动作，然后好多人都做不到。哎，擦辫子啊。哦，反过来摸耳朵，哇、哦，就是左手摸左耳，但是得绕，右手摸右耳，但是绕一圈。哦，哎，来，我帮你拿麦，好努力的上。哇塞，不愧是练过的，什么都难不住你。还有别的，你应该也能下腰什么有的没的吧？可以啊，下腰，因为我从小是练武术的。你在拍流星的同时干了这么多事儿啊？哇哇哇哇！有功底，有功底。那个，我先问一下黄轩好了，因为你在《芳华》这部电影里面，你的角色也是有舞蹈的部分，对不对？对。今天有没有什么技艺技巧，或者是那个，让我们看看黄轩的厉害，让我们看看黄轩的厉害。哇哇！让我们看看黄轩的厉害。先直接来吧。是吗？嗯，是吗？啊！鲤鱼打挺！我的天啊！哎呦，他们都老了。不是轩哥，你刚才躺下那会儿，我感觉就是想眯一会儿。因为我从我的角度看他躺过去，眼神里面闪过了一丝，真的要做吗？一丝犹豫。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鲤鱼打挺，厉害！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嗯，现在没反过来。一阵眩晕。我这个真的很可能失误，因为我真的是十年没有做过，是吧？很久都没做啊，来。他准备中间是不用手，没事没事，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预备起，他们都老了。好，各位，麦克说他也可以。小心对呀。特别要给掌声，因为看得出非常勉强。第二轮，下一个交给你吧，好吧？这么好，给队员选。下面我觉得咱们现在力量型也有了，敏捷型也有了，差个柔韧度，就像是，就是。哎呀呀！哎呀呀！耶！哇哇哇哇！我以为泽人做出来第一个动作谁都接不上，结果一堆人出来全部都接上了，就是要逼我使出绝招了。绝招，我想看绝招，我想看绝招。绝招，哇哇哇哇！哎，听到声音吗？都健起身来了。你逼的，你逼的，你逼的。绝招都给你逼出来了，让我放大了。勇敢的世界，勇敢的陈潇，加油，加油。我们还有，我们陈潇还会玩那个球操。好啊，好啊。